發揚神性情講道法，係呢、這個亦都係我嘅侍奉嘅特色，就係、是、時時會諗到神嘅恩典、神嘅愛。又喺講道嘅時候咧，成日讓人感受到神嘅愛、明白神嘅愛、被神嘅愛激勵。因為聖經教導咧就係咧係神嘅愛激勵我哋，唔係要做乜要做乜。好簡單，譬如我問你大家，你今日會愛主係咪有人喺你裏面成日餓咦餓餓，抑或係神嘅愛嚟到身上，或者有啲基督徒嘅關心，邊樣嘅影響力更大啊？愛同埋關心，抑或係有人成日暗暗沉沉，你要做呢樣做呢樣，你要咁樣做你要咁樣做，係邊樣更加激勵你嘅？係一定係愛同埋關心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會能夠去愛主啊，去即係對神有回應，都係因為我哋睇到神嘅愛。咁所以喺講道嘅時候，能夠講出神嘅各樣嘅性情咧，係會幫助我哋更加宣揚嘅時候，人聽到咧會心被激勵嘅。咁首先咧，我講到一啲嘅要點，就係、是、首先我哋首先同神有親密關係，先能夠有豐富嘅信息嘅。嗱，咁我想講咧就係、是、這個約翰衛斯理啊，佢係有一樣嘢推行係乜嘢咧？佢就係話平信徒都可以講道。因為在那時之前咧，平信徒是不可以講道的，但係佢就覺得去宣講神的話語並不是某些人可以講，是人人都可以講神的話語的。但係有很多人就覺得講台是一定是要牧師上去，一定要傳道人上去的。但係咧，其實聖經是沒有講到一定是要傳道人或者是牧師係上台講道的。如果大家看哥林多前書第14章咧，你會留意到嗰度講到呢個有感動的，他就講啦，咁另一個有感動又講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模式係而家有啲教會用嘅，但係亦都係講到一個要點，就係話唔係淨係某啲人可以講到，而係咧呢個人真係有神嘅感動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去宣講神嘅話語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預備好自己，但係當然首先我哋有呢個生命，即係你譬如你都未處理好生命，咁你處理好先。咁亦都唔係等到你100%處理好，而係你處理到一個程度啦，你可以開始去分享，去講神嘅話語。其實我哋講神嘅話語可以喺日常生活上都會講嘅。咁首先就係我哋同神有呢個親密嘅關係，先能有豐富嘅信息。第一就係認識聖經，先能夠分享真理。嗱，聖經咧好多時人睇到哇，好多樣嘢發生，好多人發生，好似冇乜感覺。好重要就係我哋睇聖經，成日都會感受到神點解會咁樣做嘢。耶穌見到那些人就憐憫他們了，耶穌見到他們就會去醫治他們了。耶穌見到這個婦人12年血漏婦人很害怕，因為他摸耶穌，他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即是耶穌是有一種很深的憐憫的心，他跟那些人講的都是很 personal 的，很個人性的。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即是是一個很個人性的說話，是跟個人的接觸。當你這樣想到的時候，耶穌今天都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就會想到神即是很想跟我們有這種密切的關係。這樣的時候你看聖經就會很有意思的。第二就是時時信靠，我都說到跟神關係有三樣的，信靠、親近、遵從。順從即是或者遵從一起說，信靠、親近、順從。信靠就是什麼呢？就是我相信神真係佢應承一定做，佢一定愛我嘅，佢一定施恩俾我嘅，呢個係好緊要。好多人咧一路信耶穌，一路唉冇一份工都唔知幾時先神啲幫我，咁呢個就對神冇信心啦。咁有啲人就以為信心係阿 Q 精神，明明都冇嘅，不過你又信有。但係的而且確，我哋係睇到神嘅工作，神嘅工作係好奇妙，我成日都見到神蹟嘅。你越有信心咧，你會越睇到神蹟，所以你越信靠咧，你就會睇到神嘅工作。我係好多次，有時有啲人咧。他跟我，他請我為他祈禱一件事，我就話我想你，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自己有冇解決呢個問題？他話冇，咁嗱，我都冇喎。咁我哋祈禱之後，如果呢樣嘢真係應驗嘅時候，請你唔好話係偶然，即係我會通常咁講。有啲人就話啊，祈禱偶然發生，偶然應驗，但我話如果你真係搞掂，你自己搞掂先啦。如果你搞唔掂，你揾我，你揾我嘅時候，我揾耶穌。如果耶穌搞掂，你不要話係你自己，而是神咧去幫助你嘅。咁啊，呢咁嘅情況我遇見很多。同埋咧，即係你信靠神，你就能夠講出信心嘅説話。譬如喺冇錢嘅時候，點樣神供應我哋？你經歷過，你就會話到俾人聽啦。親近神嘅時候，就能夠講得出分享，即係講得出
啊，點樣可以經歷到神？點樣俾神更新嘅？我哋點樣個生命俾神改變嘅？信服神才能夠講得出信服神的美好啊！有些人會講說話咧，佢唔能夠講得出跟從神的美好。其實神的聖潔是很靚的，當你越跟從神，你的家庭充滿愛啦，你周圍的人你接觸都是祝福人咧，你整個生命是很靚的。好啦，跟住咧，時時留意神的作為，這個係亦都係我哋要學習的，咁就能夠有豐富的分享啦。即係每一樣嘢都留意，睇到啲花草樹木啊，就留意。睇到人的分享，我哋就留意。譬如謝先啊，以斯拉嘅分享，就睇到佢咧都係一個掙扎，係嘛？佢嘅掙扎，但係佢依然去努力去做。咁我哋就欣賞佢，雖然喺呢個掙扎裏面去做。呢、這個佢我唔知佢係第一次啊，第幾次啦？第一次。但係當你做咗100次或1000次嘅時候，就好唔同啦。好似我咁做咗，唔知我事實上每人祈禱可能1、2、3萬次都未定嘅，因為我冇數過。我因為去啲聚會有時幾百人啊，為好多人祈禱，咁好多咁嘅聚會我都唔知道我為過幾多人祈禱嘅。咁而事實上好多人都經歷到聖靈嘅。咁你留意啦，哇！嗰啲人改變，留意到神咁樣更新嘅生命，咁你就能夠有豐富嘅分享，好多嘅經文可以講得好豐富啦。成日留意人嘅需要，咁我同過好多人傾偈嘅。咁好多人都講出佢嘅困難、唔開心啊、煩惱啊，同埋我發現一樣嘢，我近嚟發現一樣嘢，人有呢個憂鬱症啊，或者精神病啊，唔係好難嘅。咁我想講咩？好多人就係由一啲唔開心開始，以前啊點樣唔開心，點樣啊有啲煩惱，跟住咧開始越諗越煩惱，開始一瞓覺瞓唔到，又開始食一啲藥，越食咧就越依賴，就變成一個真係變成一個啊越嚟越嚴重嘅病嘅。咁越留意人嘅需要，就能夠真實幫助人，同埋越常處理生命啦。我自己本身成日處理我裡面嘅情緒啦、負面思想啦，一有即刻出現即刻處理，咁嘅時候咧我就慣咗啦。咁所以人哋講佢嘅經歷，我就會話我都試過點樣處理嘅。同埋有屬靈嘅經驗就能夠幫助人經歷神嘅作為，即係同神有呢種關係咧，就能夠分享到啦。咁所以首先講信息嘅人必然佢同神有呢種關係嘅。咁第二咧就係講道嘅目的啦。第一就係解釋經文，讓人明白經文嘅意思。因為聖經本身有聖經嘅能力，聖經嘅話語裡面充滿能力同埋神嘅應許嘅。我哋將聖經嘅説話解釋清楚，讓人知道佢都可以解經。有一種解經靈異解經啊！靈異解經是什麼意思呢？它會將聖經裡面講到不同的東西就代表另一樣東西、啊、譬如說那些雀仔就是代表這個、啊、殺種、啊、這個芥菜種的比喻，雀仔就是代表、啊、魔鬼，但是它的經文沒有支持過，這樣的時候它什麼東西它都會找一個屬靈的意思，不是那個字面的意思，聖經是有一個字面的意思的。譬如說你要愛人如己就是愛人如己，不用要估很多很複雜的東西的。有些人會想，因為它可能它講過道很多了，要找一些新鮮，就會作一些很，它又未必是作的，它有這個感動講一些 很複雜的意義，是一個名詞那裡拿出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類這樣的講道，它是個經文不支持的。其實呢這個是並不是好的釋經方法，因為聖經的意義就是你看到你會明白個字眼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明白，但是它體會就未必個人體會，是信耶穌才能夠體會，還有愛主才能夠更多體會的。好了，解釋經文，第二是幫助人認識神我的性情和作為，認識神是誰，這件事是我很著重的。有些人會這樣說、啊、你想信耶穌、啊、那你悔改認罪求耶穌赦免你，在這個過程只是講給他聽他做什麼，他沒有講給他聽神做什麼。那神做什麼呢？神真是由天上降下來，他是很憎罪的，但是現在全世界的罪完全走在耶穌身上，所以他變成為罪。當天父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天父都離開他，是耶穌從來未試過的。而耶穌咧，聖經亦都講到佢變為咒詛啊！怕唔怕咒詛啊？我哋好怕咒詛，但係耶穌變成為咒詛幾緊要啊！耶穌咁樣承擔呢罪，就為咗救我哋，係一個好大嘅恩典。佢可以喺天堂嗰度睇住你哋咩？去地獄，你哋抵嘅，應該你哋個個都犯曬罪，你應該去噶啦咁。耶穌可以咁喺天堂咁嘅，但係耶穌並唔係咁嘅，耶穌係好充滿愛嘅。
咁嘅時候，你講完耶穌講呢個救恩咧，人就會明白啦。就唔係淨係講你信耶穌就得救，呢、這個只係講到人做乜，即係好似咁，你銀行攞錢就得噶啦咁。咁啊有咩出奇啊？但你阿爸賺咗好多錢啊，好辛苦噶，好辛苦為你賺啲錢。佢而家俾咗呢張銀行卡俾你，係好大嘅禮物啊！你有需要嘅時候走去攞錢啊，係因為你爸愛你啊，係咪咁樣講好好多啊？讓佢知道佢爸爸嘅愛，唔係淨係你攞去提錢啦，咁咪攞到佢，咁佢唔知道嗰個恩典喺邊度嚟。咁所以俾人認識神同佢嘅作為、佢嘅性情，同埋幫助人認識真理。聖經有好多嘅真理嚇。同埋咧，講到嘅目的係造就、安慰、勸勉、建立佢生命、造就佢、安慰佢。有憂傷嘅人得到安慰、得到醫治、勸勉。嗱，呢個勸勉咧有好多種喎。一種咧就係勸勉佢更加愛主啦，提升生命啦。另外一種咧勸勉佢離開罪啦。所以呢度咧亦都有一種警戒嘅作用嘅，即係提醒佢唔好犯罪啊、離開罪啊、悔改啊咁樣。咁而跟住咧，好重要就係幫助人將聖經應用喺生活、喺生命同埋生活，唔係淨係好似聽一篇道、聽一啲經文，而係用得出嚟嘅。有時講一篇道，你要饒恕人啦，嗱你個個饒恕人啦，啊你邊個嬲邊個，你又饒恕啦咁。咁啲人話係啊，我想啊，不過我硬係個心仲係好硬住啊。佢做呢樣，我心好難饒恕。咁點饒恕咧？咁我哋講到要同佢講出嗰個過程啦，點樣樣去饒恕？咁我都曾經講過啲方法，就係譬如憐恤佢啦。其實佢都受咗好多傷害，佢好多痛苦嘅，所以佢亦都將啲痛苦加喺人身上。佢又冇耶穌，所以佢就會將佢啲怒氣發出嚟。當你諗到佢咁辛苦嘅時候，你就會憐恤佢啊。你有耶穌，你有好多恩典，但佢冇耶穌，佢好多好辛苦。咁你憐恤佢，你就能夠饒恕佢啦。咁樣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去幫助人去應用出嚟啦。咁呢個當然好多元化，我哋遲啲會講嘅。下個禮拜開始講到輔導啦、輕鬆得勝啦、處理生命啦，都係會講到呢啲嘅。咁亦都會咧，下個禮拜亦會請一啲人出嚟，邊個願意可以出嚟公開示範輔導，即時。邊個願意嘅就輔導好少嘅啫，即係譬如可能一樣嘢少少嘢嘅啫，啲咁多嘢，有啲係單人，有啲係雙人。如果有譬如夫婦一齊可以嚟到嘅，有啲少少相處嘅問題咧，咁輔導嘅時候咧，又俾大家睇得到，原來有好多問題係可以好簡單嘅處理到嘅，係可以好簡單靠住神咧，係可以有呢個聰明智慧處理到嘅，咁應用出嚟，又幫助人活出神完美嘅計劃。即係話講到就唔係隻個禮拜佢聽邊度啊，覺得幾舒服啊，翻屋企啦咁樣，而係佢活出神嘅計劃啊，神有個完美計劃，佢真係咧越嚟越發揮佢嘅生命，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呢樣亦都係我有時有啲失望，我見到有啲講到好似一路聽落去，到底嗰啲人會提升到咩程度呢？有時只係佢聽完好舒服。啊，好中意喎！我得救啦，哎呀，真係好啦，哎呀，我安慰啦，咁又翻屋企，咁日日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咁佢冇提升喎，所以一定，因為神嘅心意係我哋要提升生命俾神去使用嘅，咁跟住咧就係帶領教會集體活出神嘅計劃，咁信息亦都係絕對集體嘅，咁其實喺呢度咧，我好想鼓勵大家，我哋係要帶起一個復興，我哋靠住耶穌一齊，我哋影響周圍嘅人，影響香港嘅教會，影響周圍嘅教會，我哋一齊唔好淨係諗自己。我哋越諗人咧，我哋越祝福到人同埋自己嘅。越諗自己咧，就越成日都搞唔掂嘅問題。但係越諗人咧嘅需要去幫人咧，我哋越能夠幫到自己嘅。咁所以我哋集體，我希望大家有呢個目標，你想唔想啊？帶動一個復興，將呢個復興帶到俾你周圍嘅人、周圍嘅教會。咁我哋都有個主意咧，就係請大家咧將。你在這個聚會啊經歷的譬如醫治啊安慰 啊或者神的工作你都可以寫一些、短短的分享見證你都可以上來分享啦然後我們將這些、將它放在一起然後可能我們放在不同的、刊物啊或者你可以在網上傳給朋友啊你經歷過什麼那你告訴別人聽就可以鼓勵更多人參加也都我可以在第二個地方開一個這樣的新的聚會的好講到個目的那這裡就講到我呢個講到法嘅特色，呢個係神俾我嘅感動，就係發揚神性情，將神嘅恩典講出嚟。以弗所書三章十七節，我哋一齊讀下：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嗱，呢度講到咧就係話，使基督其實呢個中文翻譯因你們的信咧，好多時係藉著，即係藉著你藉著相信耶穌咧，能夠住喺我哋嘅心裏面，叫我哋嘅愛心有根有基。有根有基即係乜嘢咧？譬如大家，你有冇見過茅屋啊？茅屋有冇根基啊？冇，一打風就冇咗噶啦。啊，當然佢都有少少嘅根基嘅，但係咧佢肯定唔係一個深嘅根基。如果打十號風球，肯定茅屋就唔掂噶啦。我想問下大家，當你俾人炒魷魚嘅時候，你喺神裏面嘅愛心仲有冇根基咧？會唔會受搖動啊？當你嘅丈夫或者妻子離開你嘅時候，你嘅愛心會唔會都有根基咧？嗱，好多人咧喺呢啲事情發生咧就會好搖動啦。神啊，點解呢啲事情發生我身上咧？就係同神冇呢種好有穩固嘅根基嘅愛心啊。咁所以咧，叫我哋能夠有呢種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嘅愛係何等長闊高深。事實上，我哋好難想像神嘅愛有幾大。嗱，我形容一下我得救嘅過程，好簡單，即係好簡單嘅故事講出咧神嘅工作。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好奇妙嘅，就喺我初中嘅時候咧，我去打籃球咧，因為我唔識打籃球，我等個波落嚟。咁我就每次咁啊伸高個手，我覺得好似又伸高又收翻低，咁我就伸高個手等個波落嚟，就係、咁簡單。即係個個企喺個籃底，咁啊伸高個手等個波落嚟。咁就有一個同學咧見到我就喺度笑我，佢就話耶穌救我，就係咁啫喎。佢耶穌救我。咁啊開始我啲同學咧，全部我啲同學咧叫我做耶穌。喺我初中嘅時候開始，但係呢個有神嘅計劃嘅喎。點解有神嘅計劃咧？到到我喺Form 6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去一個宿營，係去玩嘅啫，就同另一間學校一間女校，因為我哋係男校，揾一間女校一啲嘅學生去，幾十人嘅啫，其實冇咩瘋狂嘅，一啲都冇瘋狂嘅。咁咧，但係咧喺呢個營裏面咧，我啲同學個個成日叫耶穌耶穌咁，咁啊對方咧就有一個女嘅老師，佢係基督徒。點解呢個人成日都有人叫耶穌？佢梗係信耶穌噶啦，即係信到咧好緊要，所以個個叫耶穌。咁咧有一朝早，我平時咧係好醒瞓嘅，但係嗰朝早我同學同我一齊同房，佢就去咗洗手間，跟住翻嚟拍門拍極，我都唔醒喎，係冇發生嘅。但係嗰道門咧鎖一閂就鎖咗，跟住佢就自己出咗去啦，就留翻我喺度。咁啊，本來一早出外噶嘛，咁啊，我可能遲咗個鐘頭，點解冇曬人嘅？佢哋個個都唔叫醒我咧？嗱，呢個係神嘅安排。咁而喺之前咧，我就已經咧啱啱睇咗本書喎，科學書喎，物理學嘅書，就講到呢個世界好有設計，係有神創造。我就諗，哇！點解科學家都話有神創造咧？又另外睇咗另外一本書，又有提呢樣嘢。咁咧，跟住我就嗰日出嚟啦，出嚟就望到個太陽喎，太陽啊，仲有之前嘅，仲有即係神，我好多意念喺裏面。其中一就係當時讀預科讀得好辛苦啊，讀書咧讀到耳仔嗡啊。咁我開始諗，讀書為乜嘢咧？為咗將來賺到錢啦，賺錢點咧？結婚啦，咁啊跟住點咧？生仔啦，跟住點咧？年紀長大啦，跟住點咧？慢慢老啦，咁啊最後死啦。咁我即係咁諗喎，咁啊死咁啊做人有咩意思咧？咁我就開始諗，做人係咪淨係為咗賺錢咧？即係有呢個問題。所以當我一睇到嗰本書講到關於有神咧，我就好好奇啦。嗰一朝一出嚟，嗰個露台有個太陽出嚟，真係好靚。我就話。如果有神創造咧，真係好特別。呢個神咧好叻。咁啊睇一陣咧，就有嗰個老師翻嚟咯。佢咧就神咧都容許呢樣發生啦，就係佢要去洗手間急啊。其他人未翻喎，佢就早翻些少啫，就係咁奇妙啊。翻嚟些少咧，佢又去洗手間啦。去完洗手間出嚟，佢就同我講：你係咪信耶穌噶？我話我唔係啊，佢點解個個叫你耶穌嘅？咁我解俾佢聽個故事，跟住我就話俾佢聽，我又睇嗰啲書啊，我又諗係咪真係有神？但係呢一個老師咧，佢好簡單同我講喎，佢話有個科學家叫牛頓，佢咧就覺得呢個世界好有秩序，有個神創造。咁咧而咧，佢有個朋友咧就成日都話呢個世界偶然變嘅。咁牛頓就整咗個儀器，有太陽同九大行星咯。咁個朋友嚟到就問佢邊個整喎？牛頓就話啦，佢自己變出嚟㗎。
咁啊，個朋友冇可能嘅。佢係咧，我一起身咧，自己就變咗出嚟啦，已經。佢話呢樣嘢一定有人整。咁劉真就話：如果你話呢樣嘢一定有人整，點解成個宇宙自己變出嚟咧？咁咁佢就咁講嚇，我又係喎。咁你睇到任何嘢都梗係有人整啊。咁成個宇宙點會自己變出嚟咧？咁我就開始有興趣啦。後嚟咧就有同學邀請我去報道會啦。去完報道會咧，我又喺報道會裏面咧，佢哋叫話邊個願信主咁啊？嗰時我心諗，如果真係有神，我信主咁，我就舉手喎。當我舉手咧，覺得忽然間好光明嘅，好光明嗰種感覺。跟住咧，佢就叫我哋做嗰啲函授課程啦。咁啊，做函授課程都冇翻教會。有一日我住喺跑馬地嘅，忽然間咧喺個巴士度見到我個同學啊。我話你去邊度啊？因為跑馬地冇人入嚟噶嘛，即係除咗佢住喺跑馬地。佢話我去教會。我話諗咗好耐，啊，我又聽到耶穌。不如去教會睇下點樣㗎啦咁，諗諗咗好耐，咁我叫我叫佢啊請同我去咧咁，好耐之後咁我問佢啦，啊你啊我同你一齊去得唔得啊？佢話得，就係咁開始去教會啦，就開始咧去認識神。喺個過程有幾多樣嘢幫我咧？第一嗰啲讀書辛苦啦，耳鳴啦，就會令我去諗啦，即係神將個意念俾我喺度諗啦。然後跟住我睇到嗰本科學書，嗰本係一本啊參考書嚟嘅，有個同學買咗，咁我又買，咁又嗰度睇到嗰句説話，又另外一本書咧，又係喺偶然睇到，跟住咧就喺我同學初中咧就啊叫咗我做耶穌啦，係咪？咁咧然後咧就喺個聚會啱個老師又嚟啦，個老師又信耶穌啦，咁而嗰朝咧我又唔瞓得醒啦，咁咧結果就剩翻個人喺度啦，而嗰個老師咧就飲水太多啦，所以又要早翻嚟去洗手間啦，跟住。佢又好奇啦，係唯一佢又好奇點解啊個個叫我耶穌，佢就即刻問佢再遲啲，我啲同學已經翻嚟啦。咁啊問完咧，跟住佢又能夠好簡單回答我，令到我好有興趣。又後來我啲同學邀請我，係咪好多個人安排啊？大家你嘅生命都會過好多人安排，呢啲就係神嘅愛，只係一小部分咋。即係神嘅愛創造萬物好奇妙，譬如我經歷聖靈又好奇妙，樣樣嘢都係好奇妙。當你越諗，哇！神嘅愛真係好多。但很多人咧，只係相信神愛是咁少嘅，並且成日質疑嘅。於是咧，個心裏面成日都唔開心。但係當你真係深信神嘅愛是很不同嘅，所以我覺得咧講道很重要，讓人知道神有幾愛我哋。其實你諗下係咪？如果你有一個救命恩人，成日都對你好，好到不得了，成日咩都幫你嘅，你會話俾人聽：哇！我有呢個救命恩人真係好好好好嘅，會唔會咁講俾人聽啊？如果人都會，何況係神？但很多人傳福音咧，唔係咁講嘅喎，淨係講佢啲咩需要啊，好少講神嘅嘢嘅。但有啲人講神好似太遠啦，但我覺得講神俾人知道神幾可愛咧，係會好好嘅。尤其喺大自然睇到，哇！你睇啲顏色幾靚，神創造到萬物幾靚，咁啊睇到神嘅愛啦。所以明白基督愛何等長闊高深。嗱呢、這個你睇我就呢、這個就係發揚神聖靈講嘅法。這次我所講就係將神嘅性情講出嚟。你聽完咧，會更加中意神。呢個係應該我哋嘅目的嚟噶，就是、榮耀神啦，係咪啊？我哋嘅講道係榮耀神嘅。呢、這個愛咧係過於人所能測度，係超即係我哋想像唔到嘅。便叫一切神所充滿的嗱，其實呢個中文翻譯咧係唔係咁好？係神一切嘅豐盛啊，個 fullness 佢就亦都要做所充滿的神嘅一切嘅 fullness， 佢嘅豐盛咧充滿你哋，即係哇，其實好緊要喎。神的豐盛有幾多啊？哇，很多！即是話你越有神的愛咧，嗰啲豐盛咧就越在你的心裏面湧流出嚟喎。越少神的愛，成日就係做嘢咧，係會枯乾嘅。有冇見過枯乾嘅基督徒啊？係有嘅。呢個係神俾我嘅，即係當我經歷聖靈咁大嘅恩典，同埋我以前學到分辨律法與福音。嘅時候，我睇到神嘅恩典，又經歷聖靈之後，我就好感受神嘅愛。我越經歷神嘅愛，我裏面就越豐盛。所以呢個講道法嘅重要性咧，係一個即係榮耀神，讓人睇到神嘅豐盛，以致我哋心裏面咧係充滿豐盛嘅。你譬如睇呢個圖，耶穌望住呢個地球喺度喊，耶穌係充滿憐憫。我哋感受耶穌嘅憐憫有幾多咧？我哋諗到神嘅愛有幾多咧？我哋有冇呢一種嘅愛喺我哋心裏面咧？如果我哋嘅心裏面有呢啲愛咧，你嗰個愛咧會爆炸噶，喺裏面咧會爆出嚟噶，會湧出嚟噶。我希望大家都係喺裏面咧，哇！
一諗到神就中意，所以我讚美神，我唔使諗原因噶。啊，神你真係好到不得了，我真係中意到你不得了。我唔需要任何原因，我已經諗咗好多好多原因。我見到任何嘢，我都感謝神噶。譬如呢個木，係因為神造植物有木噶，所以我有好多木材啊。好多樣嘢都係神俾我哋嘅。我哋有手感謝神，有手指功。如果淨係得四隻手指，或者就算十隻手指冇手指功咧，都係好難搞嘅。但係有隻手指功咧，就好唔同啦。並且個方向啱啱好喎，係咪？啱啱咧能夠對正喎。如果手指功咧唔啱，方向又唔同。我都有諗過，如果我哋兩手都係右手咧，係好難拖手嘅。即係兩個人都係右手，成即係兩隻都係右手咧，係唔同嘅。即係我哋但係兩手咧，一握手，你試下你用右手同人握左手唔啱嘅係咪？係要右手握右手先握。咁咧就係呢個就係神創造好少嘅事都係好奇妙。我哋嘅口有嘴唇，有牙，點解啱啲牙生喺嗰度嘅咧？為什麼不是生在別處呢？有條脷又懂得嘗味道，以致吃東西的時候有興趣，是吧？你想想，如果你吃東西是完全味同嚼蠟的，吃什麼都是一樣的，是這樣咬咬咬咬咬的，那真的很不同的，但是可以嘗到的，然後一吞下去就有一個胃，那個胃的那些胃酸強到不得了的，是不是很大恩典？然後有十二指腸就將它中和回來，這麼強的鹼性，如果一落小腸就穿窿了。而家裏面咧能夠咁多種嘅分泌液，你食乜佢就分泌乜嚟到消化，然後佢會吸收。如果你食咗落去個肺度就唔掂喎，食咗落去去到第二度又唔掂，但係啱啱落去全部好長嘅距離，你全身都唔會有樣嘢咁長咁喺個裏面翹下翹下翹下，就能夠俾啲食物慢慢過慢慢過。而家嗰啲腸全部都有啲肌肉喺度攣下攣下嘅。嗱，如果嗰啲腸係冇肌肉咧，就做唔到呢樣嘢。同埋咧。我為到肛門咧，好感謝神啊！即係可能有啲人話牧師你真係好直接啊，好，因為我見過病人，佢哋冇咗肛門割手術，跟住喺呢度整咗個袋，揾條喉，真係好慘。佢哋食嘢一定要飲好多水，如果唔係嗰啲出唔到嚟，佢要咁慢慢出嚟，成日仲為嗰度會漏嘢添。我哋所以有個肛門咧，感謝神啊，係咪？即係好少嘅嘢咧，我哋都睇到神嘅愛。同埋基督嘅愛激勵我哋，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就係乜嘢激勵我哋咧？基督嘅愛唔係要做乜，係基督嘅愛。但係我哋都去做神吩咐嘅，但係基督嘅愛嚟到激勵我哋。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係神嘅愛，所以我哋去宣揚神嘅愛，神嘅恩典。羅馬書八章三十八節，因為我深信無論說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我一齊讀啊，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即係神的愛是大到不得了的，是貼實我們的，沒有東西能夠隔絕的，比較奇乸還貼得實。有沒有聽過奇乸？有，在河裡它黏實你，但奇乸你可以找些火，或者有人說找口水可以將它弄走，但是神的愛你用口水和火都弄不走。神的愛是永遠，就算這個人不聽話，神都依然愛他。有人曾經耶穌帶他去地獄，他見到耶穌哭，那些人其實是已經沒有信耶穌，或者信耶穌但是沒有跟從耶穌落了地獄，耶穌都為他哭。即是耶穌見到他們都依然愛他們的，耶穌不是因為他們落地獄而不愛他們，不過神的聖潔沒辦法能夠讓他上天堂，因為他沒有耶穌的赦罪，但是他有耶穌的赦罪，他讓他上天堂。即是神是很愛我們每一個，不能夠隔絕的，即黏到你實曬的。你試試將手放在你的身上，黏到實曬，黏到實曬，黏到實曬，沒有隔開的。所以你深信神的愛永遠跟著我們，我們有神的愛就永遠都滿足喜樂，以及得到神的祝福，同埋叫我哋早早把握得神嘅慈愛，一生一世咧歡呼起來，成一世人都開心。有神嘅慈愛係好開心嘅。OK， 好啦，咁我哋而家講一講呢個發揚神性情講道法，其實一個容易嘅方法嚟嘅，係一個容易方法，但係佢其實好多元化。不過我而家講一個最簡單嘅版本俾大家睇一睇，就係咧裡面咧可以有八樣嘢，但係唔係八樣都有曬嘅，不過只係有。
即係可以有八樣。呢咁呢八點咧係非常重要嘅嚇。呢個就係發揚神性情講道法嘅最重點。第一咧就係負面例子。咁我用一個例子啊，譬如我呢邊度咧係講到神嘅愛，神點愛我哋嚇。咁我講負面例子嘅時候，我會講啲乜嘢咧？譬如話，聖經話俾我哋聽，神真係好愛我哋。基督徒咧應該彼此相愛嘅，我哋咧係應該咧係關心人啦、饒恕人啦。但係事實上，有時我哋喺基督徒中間都會經歷到傷害嘅。嗱呢一篇度，如果咁講咧，就係俾信耶穌嘅人去到教會，係咪一定經歷愛咧？有時會。有時佢未信耶穌咧，嗰啲人傳福音咧就會好愛佢嘅，好關心佢嘅。但係當佢唔信咧，有時有啲基督徒就嗰啲愛咧就唔知道去咗邊度嘅咯，即係會唔係好關心佢，或者嗰個人咧翻咗教堂好耐咧，有時都會嗰啲愛咧好似越嚟越淡啊，因為佢唔係好聽話。如果佢好聽話嘅時候咧，有時又會嗰啲愛都會淡啊，因為淨係想去做嘢，就唔係俾好多嘅愛佢。即係話好多時基督徒咧都會好容易。是给人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都问下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让人感受好被接纳？很简单，最埋身那个，你的丈夫、妻子、你的父母、兄弟姊妹，是不是觉得你爱他，因为觉得你成日都是耳磨磨呢，成日都要求他什么呢？通常人都是个感觉，多数人都是觉得周围的人是耳磨磨的，就算他信耶稣都是要求要求。那的时候呢，其实在世界上我哋真係唔係好嘗到天堂嘅愛，係咪啊？天堂嘅愛係好大分別啊！我哋要嘅係天堂嘅愛，但係人點解會咁少愛呢？因為我哋真係唔係活出呢種豐盛嘅愛啦。這個就講出負面嘅例子。的而且確，好多基督徒係冇活出神嘅愛，不過亦都好多基督徒活出神嘅愛喎。這個的而且確係真嘅，真係好多基督徒去宣教，話去到啲貧窮嘅地方，去到嗰啲冇人肯去嘅地方，甚至為主殉道。他們都願意去，但亦都有些基督徒呢，他成日都有人關心，他不懂得關心人。那我們所以求主幫我們真的醒過來，真的在神裡面，神啊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沒有真的愛人，讓人感受是壓力而不是愛的。這個就是很多時候我講一件事的時候，我會講出個負面，讓人知道個問題，然後我講出神的恩典。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因為當人看到事實上人是很缺乏愛的時候，就會看到哇！神的愛真係好啦。嗱，好多時咧，我就會點樣講咧？我就會用一，即係一個簡單嘅大綱啊。一人嘅負面嘅例子，跟住咧二咧就係去三個啦。神嘅恩典同埋作為。然後咧，我就會去下一點咧，喺呢度冇寫嘅，就係咧點解人得唔到呢個恩典？點解人冇活出呢個恩典？然後咧，跟住咧就去六如何，即係一個簡單嘅講道方式。咁我而家啊試下繼續講落去啦，謝先嗰度。人雖然是這樣，剛才我講到人的負面例子，但是呢我們的神很特別。其實我們個個都很多次不聽話，我自己很多次不聽話，但是神有沒有說我不理你了，我扔下你了，我不喜歡你，因為你不聽話。如果神是這樣，老祖我們個個都沒法入天國的，但是神就不是這樣，神是會很有耐性，一直繼續去幫我們，繼續去愛我們，吸引我們。很多基督徒都說經歷了十年、廿年、三十年、四十年不聽神的話，最後神感動他最後聽話。大家有沒有試過？很多年，就是神的耐性是不是很厲害？你教人數學有沒有教人十年、廿年？哇！你教半個鐘頭已經懵了，教極你都不懂的。那你已經，哇！雖然口可能沒說出來，但面口已經懵了，是不是？就是我們的耐性是很有限度的，但是神呢，他真的很有耐性。而且咁喎，真係個個基督徒，個個都必定有唔聽神嘅話嘅地方。如果我哋去幫嗰啲聽話嗰啲人，係咪會中意啲啊？但係神咧成日幫人咧，成日都唔聽話嘅，好多唔聽話，咁後來會聽話啦，聽話多啲啊。不過唔聽話中咧，又帶啲唔聽話嘅喎，係咪啊？又帶啲驕傲嘅咯喎，又開始覺得自己叻嘅咯喎，又開始又同人不和嘅咯喎。但係依然神又會再感動，哇！神真係咧補好多鑊，係咪啊？孭好多鑊，真係咧好多人嗰啲問題咧，神不斷嘅擔住。神即係人俾人嘅，到底神獻俾人獻俾神，到底有幾多愛，抑或獻好多呢啲嘅麻煩咧？
其實神咧成日收落好多個麻煩，好多個埋怨，但係神依然去感動，去改變。神嘅恩典真係好大，佢真係愛人真係愛得好透徹，好有耐性嘅。咁我跟住下一點咧，呢度我講嘅就係點解人會咁難去愛神？點解咁難去愛人呢？咁有好大原因就係我哋嘅罪性情啦，我哋嘅自私啦。嗱呢樣即係不同嘅原因。點解我哋要講呢個部分咧？就係讓人知道係有實際嘅原因，讓人感受到我哋知道個問題。點解呢？我哋自己都發覺嘅。當我哋有一樣嘅問題嘅時候，我哋總係話邊個幫我？我哋好少話諗到人嘅需要，即刻去幫人嘅。即係我哋人嘅心咧，總係會諗自己嘅呢個問題。同埋咧，我哋人好多時被困難困住啊，所以我哋好難去愛人。咁我哋咁都會體恤人喎，即係有啲人唔愛我哋，我哋就體恤佢哋。其實佢都受好多困難嘅。但係咧，嗱，如果講呢度可以講埋正面嘅例子啦。嗱，譬如我自己嚟講，我俾神改變啦，我就好樂意去祝福人。我越樂意祝福人咧，我就越發覺我越得福喎。即係原來越祝福人咧，整個生命就越得福嘅。咁又如何啦？好啦，我哋既然係咁嘅時候，我點樣開始有更多愛心呢？咁咧可能有不同嘅方法，大家諗到出嚟嘅。譬如話，思想神嘅愛多啲啦，親近神多啲，讓神嘅愛感動我哋啦。你去愛人咧，又會更愛到更多人喎。因為越愛人咧，發覺好多人好多需要嘅。我真係發覺好多人都好多需要嘅。一傾偈咧，就有好多嘅問題走出嚟，真係好需要更多人識得去幫佢哋嘅。所以越愛人咧，就越能夠愛人嘅。咁有聖靈充滿，亦都會能夠幫我哋嘅。咁呢個就係個方法啦。咁又挑戰係乜嘢咧？你想唔想開始真係去愛人咧？你想唔想周圍嘅人成日都會感受到你嘅愛咧？因為覺得你成日都好煩、好怨恨咧。我哋想唔想成為一個愛嘅人？周圍嘅人即係話：哇，佢真係充滿愛。想唔想改變呢樣嘢啊？你哋想唔想啊？但呢樣嘢可以話俾大家知，係一個挑戰嚟嘅。你諗下，如果你係結咗婚嘅，你嘅太太或者丈夫，或者你父母嚟嘅屋企人，能夠將對你改觀，開始話：咦，哇！你咁有愛心，係咪都幾難啊？係一個好大嘅轉變。但我哋有信心，神啊，你幫我每日改些少，我每日都有愛心嘅行動。我哋就咁樣開始一日。一次愛心嘅行動，或者多次，成日諗到我有啲咩説話可以令到人開心嘅，我可以做啲乜嘢去愛佢嘅，時時都咁諗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揾到，即係一步一步咧越嚟越愛人。我就係咁開始嘅，我就係由信主之後咧，我開始睇到嗰啲，我開始諗啊，我到底嗰啲翻團契啲人係咪個個都認識神咧？我就問佢哋喎，咁佢哋就問佢哋，佢話其實我都唔係好知神係咪真㗎。我都唔知道我咪真係得救㗎咁，咁我就跟住幫佢哋，咁我幫完一個又一個，咁越幫越多，咁我就發覺咧，越幫人就越開心。咁呢個就係我即係呢個歷程啦。咁大家嗱攞唔到個意思啊，就係話講出人嗰個問題，然後講出神嗰種對比啊，嗰種嘅奇妙，然後點解咁多人咁難做到，然後我點樣可以做得到？咁有一個好簡單嘅大綱啊。咁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能夠喺即係。就算一篇講道，譬如有人俾我一節經文，或者有人我都試過一次嘅，我去到嗰個教會，嗰個傳道同我講：你今日可唔可以講奉獻嘅道啊？咁咁我就揭開聖經，我睇咗經文，跟住我預備我起身就講啦。我就係講出人就係好唔中意奉獻嘅，因為奉獻嘅觀念咧，嗱，如果講人嘅負面例子，點解覺得啲錢飛咗出？銀包咧就唔係我噶啦嘛，呢個係好多人嘅觀念，覺得咧係損失嚟嘅。咁於是咧係好多人係好唔樂意奉獻，係以致咧喺神裏面咧係唔忠心。但係其實神咧係一個好豐盛嘅神嘅，神第一就俾好多恩典我哋啦，同埋咧神係紀念所有我哋嘅奉獻嘅，所有嘅奉獻咧，所有我做在主身上，神係永遠記得，神係好特別嘅。以斯拉都講到呢個賞賜記錄冊，神真係會記錄每一樣嘢，記錄我哋每一樣嘅傷痛，記錄每一樣我哋為神做嘅，同埋記錄埋個心態。當你奉獻嘅時候，喺度嘀哩咕嚕，我都冇乜錢，神啊，我唔得㗎啦，都係
俾住最低消費先啦。神都記錄埋，咁但我希望我哋真係有呢個心嚇，即係呢個我講出呢、这個又其實呢幾點咧可以反來覆去嘅，講出人嘅負面嘅例子，又講出神嘅恩典，神真係厚賜眾人。我自己經歷神好多好多次嘅不可能嘅供應，讓以致我能夠好放膽去傳人福音，但我都經歷過好多次嘅困難，但好多次困難之中，神都有祝福我。喺我信主開始，我就開始忠心嘅奉獻十一奉獻。嗰時我其實我係冇乜錢嘅，但我就開始十一奉獻，神就祝福我喺一個好貧窮嘅家庭，讓我居然有機會去讀聖經大學啦，又去讀神學碩士兩個碩士學位啦，係我嘅家庭根本不可能負擔嘅。但係神會睇到人嘅心，神會睇到將來點樣使用我，點樣祝福更多人，佢就祝福我。即係神係知道你嘅心嘅，你能有而家同耶穌話：主啊，你知道我愛你。真係講喎，主啊，你知道我真係愛你，我願意用奉獻嚟到愛你，我亦都用我嘅言語、我嘅行為去愛你。神係紀念，係賞賜，佢必然將恩典咧傾到你身上啦。呢個就講到神嘅恩典啦。嗱，其實第五個咧就解釋經文係必然嘅，即係每一次我哋必然解釋個經文啦。咁然後咧就點解人好難奉獻啦？原因怕損失啦，唔夠錢啦。其實嗰個窮寡婦。他會不會奉獻完之後結果呢餓死街頭呢？咁上到天堂，我們就大家就見證一件事啦，這個窮寡婦啦，你看他餓死了啦，咁神會的，神會俾他看到，神知道他的，神一定會幫他的，神一定會祝福他的。這個窮寡婦就講他之後的日子比之前更加豐富，我們將來上到天堂呢就會看得到，我們就會衝破這些，即是為什麼這麼難去奉獻呢？就因為我們有這種的懼怕。咁又如何啦？如何奉獻啦？咁好多方面嘅。第一，心裏面咧深信神喜悅嘅，亦都數算神嘅恩典，於是我哋嘅樂意去奉獻啦。同埋咧係有計劃性嘅，我哋每月嘅收入幾多，我哋計劃性去奉獻，亦都咧學習犧牲性嘅奉獻，就係我嘅錢都係屬於神嘅，我願意做在主嘅身上，用在主嘅身上，呢種犧牲性嘅神一定記念嘅。OK。嗱，呢個講到方法咧，我再講一次就係人嘅負面例子啦。而你喺某個時候你講正面嘅例子，譬如講奉獻都講正面例子。有一個我去到菲律賓有一個教會真係好勁，呢、這個牧師咧奉獻 40%， 佢哋嗰個教會係非常之本來係一個貧民區嘅，但係咧佢哋教導佢哋起碼使一奉獻，然後咧有信心更多嘅奉獻，結果佢哋全部嘅人咧由貧民咧變為有錢嘅人。好多嘅見證神點樣供應佢哋需要，並且佢哋做咩咧？佢哋一個月有三四次嘅宣教，一次係外國，幾次就本地，同埋咧佢過一段時間咧就為全菲律賓所有嘅教牧有訓練，係免費請佢哋食，請佢哋住，然後嚟教導。一個咁樣嘅教會能夠做到呢樣嘢，就係因為嗰個牧師係有呢個心態，全群人都係。能夠咁樣忠心奉獻，一個正面嘅例子啦。神嘅恩典同埋作為就係呢個最主要嘅部分啦。由神嘅戒命啦，神的而且確吩咐我哋咁樣做嘅，同埋解釋經文啦。呢個次序唔係咁順次序嘅，而係我哋必然有解釋經文同埋點樣做得出嚟啦。又挑戰大家，又最後第八咧就係一個更新生命嘅禱告，一齊禱告，讓神更新我哋去改變我哋，真係行出神嘅計劃。好嗱，呢度我咧用一個經文，因為我有不同嘅顏色啊，所以咧就要。揾個啊，即係你應該可以緊緊睇得到嘅。約翰福音15:5，嗱，我依個一篇道簡單嘅一篇道嚇，就係講到常親近主咧就多結果子。咁呢度咧我都講出一種 mark 聖經嘅方法。呢個方法係點樣咧？紅色就是耶穌嘅寶血就係恩典，紅色就是恩典。然後綠色咧就係好似個樹葉啦，即係基督徒嘅長進。基督徒應該做乜就係綠。綠色是屬於戒命的，然後藍色又是戒命，不過是懲罰或者是負面的方面的。那這個方法呢，其實我已經做了很多年，那我有超過一本聖經是用這個方法 mark 的。那我 mark 完之後呢，我現在看聖經我已經立刻分辨到哪個是恩典，哪個是律法，而哪個是即是律法之中我們應該做什麼，以及哪個是懲罰的。好了，這裡大家看一看這個經文，大家都應該熟悉的恩典有什麼呢？第一，我有常在它裏面，同埋咧會多結果子，同埋咧祈求嘅時候給你成就。
咁你就係我嘅門徒啦。嗱，呢度講到咧，啊，就係講到神嘅俾我哋為我哋做嘅，我哋喺耶穌裏面，佢又成日喺我哋裏面嘅。咁呢個咧俾我哋好大嘅鼓勵喎，就係咧佢永遠唔會離開我哋，同埋唔難嘅。親近耶穌唔難，好多人又話好難好難，但其實係唔難嘅。有啲人話我祈禱好難，咁我就話你可以咁祈禱，耶穌啊，我唔識得祈禱，你教我啦，就係咁簡單。耶穌，我好想愛你，但我唔識愛你，求你教我點愛你。你就係咁求耶穌，耶穌就會幫你。你就開始神啊，我唔係好識得表達愛，我試下啦，耶穌，我係真係想愛你，求你教我。當你咁樣去求耶穌，耶穌一定幫你嘅，佢一定喺你裏面。同埋你就多結果子啦，呢個恩典啦。咁啊，常喺佢裏面嘅，即係呢個就係界名啦。我哋常喺佢裏面咧，佢就常喺佢裏面。然後跟住後面一講到唔常喺佢裏面啊，離了我就不能做什麼。咁咧就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好似枝子丟在外面，枯乾咧，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當你常喺我裏面，我嘅話又常喺裏面嘅時候咧，你哋所願意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就係我嘅門徒啦。好啦，嗱，如果我用呢個經文講到一篇道。咁咧就講到反面嘅例子啦，就係話耶穌話咗喎，我哋可以親近佢嘅。不過好多基督徒都發覺，佢哋都話好難親近。佢哋話好似祈禱向空氣祈禱，有啲基督徒咁講喎，好似祈禱冇乜力量，所以冇乜動力祈禱，好快黑眼瞓，睇兩睇又唔知去咗邊度，睇完又唔知佢講乜。这个是很多基督徒讲的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其实这个我们的次序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讲的。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是不是神真的这么难呢？其实神不是这么难的。圣经这里讲其实神是很喜欢亲近我们。你一亲近他就 会来到我们身上。有时有些基督徒因为没有留意到神的作为，所以觉得很难。很简单。有没有发觉赞美神呢？譬如有些人说自己祈禱就好難，但係屋企喺聚會咧讚美神就會開心喎。有冇試過啊？讚美神就會開心啊！即係一讚美神咧，神就會嚟到啦。投入嘅祈禱，譬如火熱嘅祈禱，主耶穌求你燃燒我哋嘅心，賜俾我哋火熱嘅靈。哈利路亞！如果有人帶咧，你又覺得火熱啲喎。自己帶咧，好似好快又瞌咗眼瞓啦喎。咁嘅原因咧，個困難喺邊度咧？就係原來未學到點樣專注。其實神是一定來的，即首先我們相信神的恩典就是其實神在你周圍的，祂圍著你，譬如這個是你，神在你周圍圍著你，經常在帶著我們，但我們的心不開竅，但你不開竅不要緊，有神啊，我需要，我想求你幫我，你幫我，幫我去愛你更多，幫我相信你的愛。其實我講到一件事，就是享受神的愛容易過愛神的，因為愛神是你付出，享受神的愛呢是攞呢、这個第一步可以容易的。嗱，呢度講到如何啦？嗱，點樣享受神的愛？大家試下黑埋眼啊！你其實就諗住耶穌，由深呼吸，多謝耶穌，耶穌喺我周圍，耶穌服侍我，耶穌愛緊我，耶穌陪我一齊，耶穌掛住我。嗱，你咁樣相信耶穌喺你周圍咧？你又覺得平安舒服喎，係咪啊？有幾多個覺得平安舒服？請舉手。好多都覺得平安舒服啦。啊，開翻眼啊，可以啊。但你發覺就咁簡單。原來咧，呢、这個其中我發現一個秘訣啦。享受神嘅愛，因為係攞恩典啊嘛，就容易過你付出愛。但係咧，我哋下一步都要學付出愛嘅。咁呢個咧，原來神隨時喺度嘅，隨時你親近佢咧，佢就一定親近你，一定嚟到你身上嘅。咁呢個咧就係信心啦。嗱，我話俾大家知點樣我點樣親近神，亦都大家可以咁樣親近神啦。就係點樣咧？啊，耶穌，我知道你就喺度，你喺我前後環繞我，呢個信心啦。我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我而家享受你，有你真好啊！我可以享受你嘅恩典，我享受你做嘅空氣。啊，多謝耶穌。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祈禱，大家可以開始享受神，就開始幫助大家進入靈的祈禱。其實不難，因為神就在那裡，神就在那裡，這個就是個恩典，祂常在我裡面，並且就會多結果子，整個人就會結出很多的果子。首先第一個果子就是有平安、有喜樂、有力量，
並且為人祈禱有能力，係真係會一步步提升嘅，一步步咧會升級嘅。咁呢度講到就係話，首先我解釋到呢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離開神呢個困難咧，即係點解好多人有困難啦？咁呢度下面都可以解多啲，解多啲個後果啦。有啲基督徒咧，真係我識過有啲基督徒，佢信咗主好多年，佢開始話：我有啲悶，我有啲厭，我唔想祈禱啦，我唔想翻教堂。我真係識過咁嘅人，係我以前牧養過嘅。咁我話：你而家唔翻教堂，有冇覺得唔舒服啊？佢曾經有，不過而家冇啦。咁我就當然我去提醒佢，我鼓勵佢，我話神其實好愛你，你翻到神嗰度啦，真係咁樣係好危險嘅。其實神好想救你，離開咗神咧，係真係會扔在火裏燒了，係好慘嘅，越嚟越枯乾，越遠離神嘅人越難禱告，越親近神咧越容易。我希望我哋當中，你會話我容易，但如果你話你難咧都唔緊要，你難咧開始話耶穌，我享受你，咁你日日咁做啦。耶穌，我知道你喺度服侍緊我，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有你真好，你就係咁樣。你都可以上網聽我啲 YouTube 嗰啲敬拜，你就跟住。咁就你做做下咧，你就能夠專注啦，即係有人帶住啦。呢個係現代一個好嘅方法，就係有好多詩歌可以跟住啦，可以跟住我嘅禱告或者有其他人嘅禱告。你就跟住去做嘅時候咧，你就常喺裏面。如果唔係咧，就越嚟越枯乾，越遠就越難親近神，甚至慢慢會悶咗，覺得唔想親近神，甚至失去救恩。所以聖經講到必有離道反教嘅事，喺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講到咧，將來咧有離道反教事係非常可惜嘅。咁所以呢個講到呢個後果，咁然後咧就講翻如何啦。如何呢？就是我哋先都講過下，即係大家即係都聽到我講點樣享受神先啦，或者用一啲詩歌啦，用一啲嘅禱文嚟到幫助我哋。咁裡面咧，我所講到嘅提到人點解咁困難，讓人覺得咦我都有喎，我都有呢個困難喎，同埋呢個後果好嚴重，但係神又好愛我哋嘅，所以我哋可以享受神，俾神去改變，又點樣去做到呢樣？呢、這個就係發揚神性情講道法嘅方法。OK， 好啦。咁咧就一陣間咧，大家就用呢個經文嘅，就分小組，你就用翻即係先我講嗰幾點。咁你咧就可以用嗱，我再温一次下，就大家記一記得呢幾點。第一點咧就係人嘅負面例子，然後咧可以跳去第三啦，神嘅恩典同埋作為，即係其實好容易諗嘅啫。人嘅點解好難做到呢樣嘢？然後咧，神喺呢方面嘅恩典，即係你講到邊個主題就講方面嘅恩典。譬如，即係先下面嗰度講個控訴咧，人嘅問題就好易控訴人，又好易自己控訴自己啦。又神嘅恩典就係神咧喺耶穌裏面已經唔控訴啦，神真係饒恕我哋嘅，神真係赦免我哋嘅。呢、这個就係神嘅恩典啦。咁然後咧就可以去咧就係、是。另一點咧就係話點解咁多人仍然喺控訴裏面？點解咁多人喺控訴裏面？咁然後咧如何？中間咧係會解釋嗰個經文嘅，有挑戰。咁但係其實你全部講曬都得嘅。但係我而家一個比較簡單嘅提議嘅大綱啊，簡單嘅大綱，大家一齊講一次嚇。第一就係人嘅負面例子，第二咧神嘅恩典同埋作為，第三咧就係為什麼？為點解咁多人咧冇做到呢樣嘢？又第四咧，如何咁咧就即係呢個簡單嘅大綱啊！咁又可以挑戰。咁我想講咧就係咧，大家可以做乜嘢咧？係每一個都可以做嘅。當你睇聖經每一段經文，你就去諗喺呢段經文裏面，有時係明明講到神嘅恩典，有時係暗示嘅。嗱，譬如話、那個經文唔好俾魔鬼留地步，係冇講到。冇講到恩典嘅，但係個暗示嘅係乜嘢咧？全本聖經裡面有嘅，就係神係勝過魔鬼嘅，神係勝過，即係你那個經文未必有嘅。咁而反面例子咧就係咩咧？好多人都會俾魔鬼留地步嘅，就結果咧，俾魔鬼攻擊，呢個就係反面嘅例子啦。咁而神嘅恩典咩咧？佢係勝過魔鬼，我哋唔使怕魔鬼嘅，我哋親近神咧，神
就親近我哋，魔鬼就會離開我哋逃跑。我哋抵擋魔鬼，魔鬼就離開我哋逃跑。所以我哋係唔需要怕魔鬼嘅。咁而我哋點樣去得勝？咁而今日呢個經文咧，咁我好簡單咁講啦。譬如你要講呢個信息，首先就係一個事實，好多基督徒都經歷過俾人控訴好多。第一咧，俾未信嘅人控訴，你信得太迷啦，你信到傻咗啦，你瘋狂啦。咁咧，我哋嘅心就好受傷啦。哎呀，我信耶穌俾人哋咁控訴，咁但係我哋知道呢個咧係佢唔係合乎真理嘅，咁我哋就唔使受呢個傷害啦。第二，好可惜，就是、有時基督徒都會互相控訴，你冇愛心，你唔識得幫人，你唔識做組長，你真係冇乜前途，你發揮唔到啊！嗱，呢啲説話咧，呢啲説話咧係唔好嘅，但大家有冇聽過啊？有啊，但是有時出自基督徒的口，就是有我時不知道我們講了做了魔鬼的工人，魔鬼做什麼工作？就夜控訴弟兄。有些人呢不用錢就自動為魔鬼做工，是不是很蠢、啊、就猛咁控訴人。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哇，原來那種破壞性大不大、啊、大，很大。還有另外一個控訴我們是誰呢？第一個不信者，第二個就是基督徒，第三是誰呢？自己人。哎呀，自己真係做得衰啦！哎呀，做得唔好啊，真係，哎呀，好失敗啊，係唔需要嘅。咁呢個係嗰、那個即係個問題啦，負面嘅問題啦。咁而神嘅恩典係咩咧？好感謝神，神係唔控訴嘅，好簡單。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哋死啦，係咪啊？從死裏復活，並且不斷為我哋祈禱，所以佢唔再控訴，已經稱我哋為義。哇！神真係好好嘅，即係神見到你，哇，好歡喜快樂。我咧係稱你為義嘅，我係接納你嘅，我喜悅你嘅。神就係一個咁樣嘅神。一個不控訴的神。好了，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容易被控訴影響呢？因為太多人控訴，由細長大都是控訴，所以自己又慣了控訴，所以就有這種習慣很難改得。好了，那我們怎麼改呢？就開始要深信神真的赦免所有我們所有的罪，只要人真心悔改。但是呢、這個經文有些人說、哦、那既然神不控訴，那你犯什麼罪都可以，那又不是、哦，是你真心悔改就沒人控訴你了，你真心悔改信耶穌就沒人控訴了。所以呢，就算有人控訴你，你告訴自己聽，神已經不控訴我了，沒有人能夠控訴我，神都不控訴我，還有誰可以控訴呢？所以人說我信得很傻，我不是信得傻，因為是信得起是真理來的。有基督徒控訴我，其實我體恤他，因為他太多控訴，所以 他會控訴人，但我會體恤他，對他有愛心，但是我不用將他的說話放在心上，而我自己控訴自己又不用放在心上，我可以相信神的恩典。咁咧呢個就係如何啦。然後咧成日都相信神真係赦免我嘅，我係有基督嘅義喺我身上嘅，神歡喜我嘅，神接納我嘅。呢、这個咧就係咧讓我哋嘅心輕鬆啦。咁咧挑戰大家，可唔可以今日就放低曬啲控訴咧？使唔使繼續控訴啊？唔使啦。嗱呢、这個就係一個好簡單將呢個信息講出嚟。好啦，咁我鼓勵大家，你翻屋企睇聖經嘅時候去諗下。聽聽我講下，揾下裡面揾到啲咩神嘅恩典，去思想，然後睇到啲咩人嘅負面例子、反面例子，然後咧就點樣去講呢篇信息，即係睇聖經嘅時候咁樣去分析，用呢幾點嚟睇，即係最主要你睇到就係神嘅恩典同埋咧人嘅反面例子、正面例子都話，即係嗰啲人遵從。譬如正面例子呢個經文就咩咧？哇！真係如果唔控訴自己，真係好鬆嘅喎，哇！原來神赦人啲神啲赦免可以好喜樂嘅喎，神好歡喜我喎，所以咧我冇啊，就算做得唔好唔緊要嘅。呢、这個聖經包括埋你做得唔好啊，啲求主赦免就得嘅咯，係咪啊？求主赦免就唔使控訴啦，所以做得唔好即刻悔改，以後就嘗試做得更好，係咪好簡單啊？哇，咁又好輕鬆啦，哈利路亞，哈哈哈！所以呢個經文係一個輕鬆得勝嘅經文嚟嘅，係嘛？即係你睇聖經裏面好多都講到呢啲咁樣嘅神嘅應，但係好多人睇完經文又照樣控訴人喎，就冇應用到出嚟啦。咁大家咧就揾多啲經文去，即係去研究。你睇聖經嘅時候，更多嘢去思想啦，揾本 notebook 寫低呢、这個經文講咗神嘅恩典點樣對我有幫助，神點樣接納我，點樣有幫助。大家明唔明啊？就試下咁樣做法。